那你们就看这笔是不是跟别人不同体型的了，这也可以打啊、哦。哎，很好，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好。啊，多用一点咏春手法。那翻起来左右边要翻身啊，打继续，不要停太久，对，一直缠两分钟的哈。我还没干净。啊，对，拉开打，逼过来打，对，很好，两个互相都有逼动啊。这笔有点插喉，自己也要偏身啊。他逼中线过来，你就偏了、啊，原地偏啊，趴旁边啊。那 Frank 就先买先卖哈，学到几个刺手、几个撞手都打出来了。啊，35秒了，好了，上，啊，再来，上，哦，45秒，来再来，用点上，上，来上，很好，好，很好，拉住打手肘。那个 Frank 小心这边会打到你哦，好。我们都习惯，我都要他女生也跟我们打到的，上，狠一点，两个狠一点，1分05秒，上，伸出去，对，漂亮，这里啊，这里多尝试，你把他当活人撞，尝试练习哈。啊 ，Frank 也给有点，可以稍微摸到他哈，你稍微学习自己控制力量，控制自己的收放自如，挪步，前后挪动，左右挪动。对，深呼吸，然后都没有停顿，一口气打，这样习惯出来的哈、啊，太好了，太漂亮了，很好，好1分半，来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再来，这边狠一点，狠一点，那个放点顿马躺后，这边狠一点，两个都会喘了，两个都斗力，两个都看争，撑到最后一口气的打法，再上，用力打，狠一点打，狠，两个都狠一点，狠一点，对，再来狠一点。打过去那边，撑了啊，这比较撑了啊，是吧？深呼吸，好，不要管我开机关机啊，那你就。